此国日，今年刚好出行刹车，零年、零月、零日、零四个星期，引发广泛关注。日本年度小改，零年、零月、零日、零四，就出行到今日7:99，这比他或在了街条令，可以打是红黄灯头再加值，是专属于领地唐人的福利。可能有前面对司令助手无单就清楚。其实这是使用传统工资加生产的技法来标记年月日时行星界有处形象。各持天文爱好者协会会长邓勇刚介绍，介意变定无机加生染贵为十天罡，自跳引爆星子奥秘星耀属海为十二地支，一人排列成六十个工资组合，以此记录年数与日数。如此顺风往复，我国农历至今仍应用庚子几年几日，农历呢按庚子几行甲生肖几行命名，比如今年为甲辛寅年，农历日按肖鼠几行甲庚子几行命名。那我们通过某种组合，让这个让我们的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年份是到什么年份。那所以说呢，这里边我们十二地支里边就会有子丑寅卯，啊，我说成潮汕话，自跳引爆，一共十二个。那么这十二个呢，我们又把它跟我们的动物啊，刺骨后头拎抓背哟，高贵高德啊。那么这里边十二个生肖又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龙它正好是属于这个辰啊，这个地支。那么所以今年我们说我们今年是甲辰年。多诺菜馆你在。古人以采用十二地支来标记月份，并以当时在佢所多嘅农历十二月为子月。调查人我经常有说一句话，就是说那个过了冬至，我们一吃完就要大一岁啊。那其实，在古代它是一个年的起始啊。那么这个我们会以这一冬至这一天作为月份的子月啊，也就是一个开始。啊，那么同样的，我们到这个月，就清明过后的这个月，我们正好是辰月，啊，那么辰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龙月，那么龙日呢，一样的，也是通过干支纪年法啊。我国古代当然也用干支纪事，即直调咩分为十二时星，以十二地支循环纪事，对应到直日个日时小时，哪个小时为？这个时星一天的，在古代我们是把它分成十二个时辰，啊，十二个时辰呢，每个时辰它就是我们现代的两个小时。那比如说子时它是什么时候呢？它是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凌晨的这个1点钟，啊，那么1点到3点是子丑时，啊，那么以此类推，两个小时一个钟头一个时辰。那么到了早上的7点到9点，这个时间啊，就正好是我们的辰时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龙年、龙月、龙日、龙时的这个由来。由于古人以十二生肖对应各个地支，今年为甲辛寅年，所谓零月、零日、零时，即为辛月、辛日、辛时。二零二四甲辛寅呢届零月来当有三届零日，因此而出现三届零年、零月、零日、零时，分别到四月十号、四月十二号甲五月四号届七时至九时。啊，那可能有些人会问说，为什么要到五月四号呢？因为我们的月份的分界点，就是它的分野点，是以我们的24节气这个节气来做划分的。所以我们会有到五月四号这一天。四月七号，即会乘坐高铁列车界香港者旅客独感不适，急速叫座。沙头火车站接波情况后，立即启动应急电话，开启了绿色通道，供应十四控证做完成紧急转换。登机的观众点过，如六三九零次列车场向沙头站叫座，车上有一名旅客独发疾病，无法继续行听。当车结束，通过列车长向沙头站发出求助，请求尽快转上就位。是香港籍的男子，大概50多60岁，
在车上突发不适，他当时就是全身发冷，浑身无力，整个下半身失去知觉，然后这个不能走路。接报情况后，沙头火车站立即启动紧急恶化，站内更加难忘也不能接动。客运值班员林梅猜立即扩大了幼稚令，随后值班站长杨耀猜组织许多容易再往站梯，并将车会等列车弯结结束，下落将发霉离去，转移至容易。在将以推升至贵宾席等候，期间还不停对紧急话布进行这个防风保暖，因为他一直说冷，他已经穿了大概三四件衣服了。这个我们也进行尽力的这个转移的场所，然后给他将行李也搬到了这个贵宾室，同时通知了这个龙湖区的这个120，直接打120电话过来接的，他们自称是朱石医院的这个120。多幼稚拎救护车进城在，连每差提速补贴与救护车司机密切沟通，自然救护车更要力识通道，精接站来，避开旅客促进能丢。候车室往北大概100米左右，有可以站外直接开车进来的一个通道。通常是用来给消防救援车、救护车这些紧急车辆使用的一个通道，因为我们外面广场包括左右两边的交通都不太便利，我们当机立断的使用这个绿色通道。随后，发病旅客被转送上幼稚拎救护车，前往安逸就位。今日救援归听，沙头站更加难忘，紧密协作，有效利用站内治安，确保了从接报响应转移至救护车抵达的全归听无碰衔接。何思景及时控制。沙头站表示，事后通过电话回访结束的在，目前发病旅客已经明显好转，遭到安逸接受后续康复治疗。而此同时，沙头站也到短时间为该旅客配理了后续会完成行程的脱票手续。再话，前面邓小姐的工作是做将创新职位不熟之客，邓小姐只在这台，对方来偷花未在，警示各嘅自给保护动物切莫压。邓小姐烧了只会龟壳直咩之后，意味着正已升高了始东山公园动物园。邓小姐啊，再挂伊度工作时食的，突然推到只车，路啊路惊入来，推起来真心花未莫。怎么惊入来？两路片是点劈个劈，推到街外背个，我一开始唔知，我家啲单话好生好，了就去百度。那车么就在大概是自己保护动物，唔车你唔制，车老狗惊个菜叫。邓小姐发现，狗更加是拉界，紧张时只各家自己保护动物切磨啊，索硬兴猛，于是就小心捆抬起来。邓小姐个朋友将切磨啊扯入冷冻，因为唔晓切磨啊个习性，就唔敢锁死物半只，只是提供了清水交代。我该是头先我哋只街了，又唔晓得怎地处理，又惊得帮伊出去，等下唔知去帮人掠佢个袋受伤个袋，所以就晓得玻璃就送来动物园，只系好应该就来到有，有话窗个。明仔记者到邓小姐工作室抬高了几只切磨，伊个乌毛拢当夹杂着啲个白色，天棒哩是白绿色，嘴甲卡听乌色，但睇唔出有咩相称。随后，邓小姐的记者一起将切磨啊送往东山公园动物园。它是赤马鸭，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目前嘛就先放到我们这隔离，看它有没有什么那个外伤以及别的病毒啊、传染病之类。等到隔离期过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放入这个那个河道里面进行。是呀，动物园方表示，如果情况如何，伊能将为这只切磨啊提供一个温暖的家，也将动物大家庭再添新家人。赤马鸭它属于一种那个群居性的，然后它就以这个蚯蚓啊、虾米啊，以及这个草籽啊、草间为食。它一般都分布在这像这个芦苇滩、小型的河道里面。找食物是一个误打误撞吧，这种情况吧。第二区城南街道红光片区有空前黄英达，只等当地质量有摩托车的电动车被盗，上夸张的时候是点挂进来，唔见着物件，盗贼实在是
国的情况。红军天库革命诞生山大，四月六号凌晨三点左右，农民盗贼改成一只电动车，挂口罩甲布，去到红灯南坑小巷买新麦票，后面就领开来只电动车，两人下落边等车头锁，随后领走。第二天刚开始是我老妈妈，我妈妈开门出来，她还没发觉，以为是被我弟弟开了，然后后来她打电话给她，问她有没有骑走那个车，她说没有。后来我妈就打电话给我嘛，我从楼上爬出来，就不见了。不见我就第一时间我就马上报警嘛。邓先生随后的在，到邓成咩，到伊来附近的巷道，有五只电动车失窃，拆了公共视频，发现应该拢是嫌农民盗贼落手界。第二天晚上，我隔壁邻居就问我弟，他说你们是不是丢了摩托车？我弟说是，他说丢了两辆，他家丢，对，同一个时间，嗯。他家就丢了两辆，然后第三天中午，我邻居，我也听说我老婆说，他说邻居隔壁那家也被偷了，对，然后就一直这样牵出来，后来，就我现在所知的就没有五辆车，然后其他地方我就不清楚。令人气愤的是，红军偏库某点被打的事件之后，花朵发生，事主怀疑应该是当值混人所为。最近也是两个小偷非常猖狂，到处都有听到被盗的消息，我们就是邻居可能有聚在一起，就是更多其他不知道的可能也很多，但大家可能没有报警的也很多。但先生大当地电话直接回报，好久没出现过偷盗现象，革命会拢放松了警惕，正面将摩托车跟电动车放到门口，只是锁了车头锁、防盗锁跟车轮锁拢断去锁伊，这个贼仔有了可憎之气，大家人就希望有关部门加强巡查地理，加强一下治安吧。然后两个小偷就是抓到他们，起码不会我们人心惶惶的。我们现在也不要求他们能把治安管理的夜不闭户，对不对？你至少也得让群众啊，对不对？这些人民财产也得得到保障嘛。耿静。本人麦报道了，平海龙区所宿舍楼诶，因做好搭建铁皮屋、郊区淤泥等原因，导致排水不畅、居民通家不便的情况引起重视。新闻播出后，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工作。目前铁皮屋已基本拆倒，排水沟正道加建清淤，主体楼诶污水淤积的情况大有改善。是在到停海龙溪所宿舍楼的，因做好多高科技搭建铁皮屋等原因，大片污水几乎淹没了楼栋门窗的路面，居民出入只能搭起钢盖的防震桥。那是属于叫做排水沟啊，集水口啊，好像叫做集水口，后来就呀，西话排水啊，全部落啊，都只对落去。了，再后来就十多年，所以伊以后就来建。地大之作也铁板，地大铁板落到就变做之作也淤泥啊，连摆就摆不得出。后来无人管理啊的，就如来就在就地，所以呢，这个么就这个地啊，搞到这个也最近的初日落后就多控制来。这只情况经本人们报道之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高调黑车，并采取相应的整治措施。铁铁皮屋疏中高科，再过记者再次去到现场，发现路面水浆化冲到部分淤泥，小排水沟有污水，但已不再溢流出来。相比之前的情况，已明显好转。从高处台到了部分墙体，大排水沟上的铁皮屋也已基本拆倒。这个厝的人民媒体来报道后，伊今日就经常来拆。个地铁哪三日个？是伊这个厝主叫人来拆个。铁皮屋拆掉之后，排水沟直接被淹盖个污水污水泄露了出来，其当我漂浮着大量个垃圾杂物。住好大，机关正因有时间能往开始清理沟内个淤泥甲垃圾。我听到讲，恁个时间，遐淤泥是来到只大卡腿，所以目的不作淤泥，所以抽掉。所以已经要刚才本已经来挑三只淤泥了。经过初步清理，目前居民楼的界排水沟已比较畅通，
组合会冲击也不再需要找帮增救了。这么一炒两个好呢，也最主要是要去调电器来。现在这个你是讲到一贴掉后咯，相对来拿水落摆会通电去行，伊这边的落摆水会又会摆，无伊再做摆不出了的。现在水已经基本有变靠到这个西沟，哎，搬落去了。不过，由于排水的高，青鹅工作尚未完成。如果雨势比较大，水还是可能倒灌到居民楼的，但就未甲子孙朋友恶消脱。佢哋诶，怪一水嚟到卡头，然后佢哋咩基本就要逃离，就说明后果我哋会响度，已经出水位开始去摆。记者也找到现场嘅施工人员，伊能只用吸雾管抽走排水沟内嘅淤泥。有界工作人员化穿着厚衣厚外，徛到污水当作业。据介绍，伊能是受区农业农村局甲城管局等单位嘅委托，日前来参与嘅。我们主要是就是做那个这个民渠清淤的那个一个工作，就是把那个里面的那个这个十多年的淤泥啊，把它全部给抽出来，然后运走。我们是用这个吸污车嘛，然后就是用这种。吸附管到时候放里面去，把那个淤泥全部吃了放车上，到时候再转运走。施工人员表示，这条排水沟清理难度加大，有定是二米宽的把吸附管塞紧，二个花需要半个月才能完成清理，之后花将会把垃圾全部清理掉，会空成一条干净通天的门口。因为它这个属于很多年的没有一直没有处理过的，就一直没有去清理过的东西，所以说那个啥，像这些东西都已经压得很实了，然后上面又长了很多杂草，包括那些多年的那些垃圾啊都沉淀在里面了，所以说这个很难搞，可能要那个半个月左右吧。近日，本人麦报道了，电油库工作定界邓先生因为厝边楼顶瓦砖户棚子机器不停作业，发出噪音，未能来把守空调的情况，引起重视。新闻播出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协调处置。目前，厝边楼顶的机器已经搬走，邓先生一家有了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邓先生答：旧年代厝边将厝出租。做好将直缩机器运到楼顶，每日不停的作业，发生噪音场面，令伊来疲倦工作。伊也曾与对方沟通过，希望对方停咩停止作业，但门口直接无得到回挂。而来诺诺基亚更杂嘅核心，受够好大影响。我今日个头想话，讲得唔是就系摆枪火，一条吉打，最好来打就是打啦。但即使叫做噪音唔够种运动，但汪江波汪不吹，那伊个厉害个二十四小时四条线。汪阿弟今年读高三，做假日上下就爱转来拉，转来拉，星期六日转来拉，了上卖部门发起啊，去影响个部门发起唔实。这只情况经冯冷麦波导后，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邓先生答：，怎么播出后，有监察人员后面就到现场了解情况。顶个领导起来关心来调查，中央啊，这个环保局局长大亲自大帮。但是来非常关心了，我个挂四点挂来了就责任于厂房这断电停烟了个贴理嘛。邓先生答：随后对方陆续将机器设备从楼顶搬落来，转运到其他地方。可能是叫改车机啊，陆续搬离掉了。但以后我也就免再受到二十四小时的精神折磨掉了。邓先生表示，最近未再受噪音困扰，伊来一个人也可以好好医治了。伊希望厝边之间能够共同营造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人的精神状况恢复正常啊，正面来医休息就比较安静啊，就来医就比较舒服。近段时间，拍红牌到广东湖南等地的小学校园流行起来，成了不少小学生的心痛。为了拍好红牌，不少学生沉迷于高处收集红卡。衰衰嘅校园游戏引发了怒惊家长甲学校嘅不同感受以及舆论关注。红卡即从广丰压顶杯加下红票，再制作纸牌大小嘅卡牌，然后进行对赛。
直到学生拍红牌上映，以至电面启动，甚至脱离了游戏的证明。有报道显示，自从对红卡爱把不灵的学生到上黑班黑的路顶，会特别留意拉吉汤收集路边帮人丢弃的空盒，甚至专门去拉吉东总站来对个背出。而且同时，到后空周边商店与网络顶杯，又能专门筹备红卡，即系引发直世家庭的担忧。其实拍红牌不是兼职者了解起来的游戏，乍到上个世纪，可在70后、80后男性并痴迷过纸质游戏。除了拍红牌、拍火花，就是火柴顶部的贴画，两种游戏的生活非常相似，拢非常考验手上功夫。而直当跌到奖里边，已经柔弱的心情会提速好苦。而为了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拍红牌游戏，湖南浏阳界豆腐小黑专门写了一封低家长的信，上述游戏对脑筋成长的重要性。随后又到创校经验关于是否拍红牌的讨论，通过主代班会及辩论，鼓励学生会尽情发表家己的看法。多三方互动的过程，尊重不同立场、不同声音，实行了理性对话，并形成了共识。通过辩论，学校向家长表达了对待脑筋玩游戏的理性态度，家长更能理解学校界良苦用心，脑筋会也得到关于文化情感规则等方面的深刻教育。同时，反对拍红牌者出发点也是好的，对人看来，脑筋偷偷去买风买出大崩汤披到头的不卫生，脑筋无心情上课，只想着玩游戏，拢是莫搞怪。但是无这项游戏是完美的，直视蒙呆的源头也并非游戏本身，改革指出蒙呆有缺陷的办法，如果正硬不克主风说，那就是因亦非者。游戏不只是游戏，也是童年的象征。从罗伯多到红卡，拢指出脑筋会对更多游戏活动的渴望。对此，学校的家庭拢要重视规划活动设计，引导脑筋会积极参加，并令乐度启动。爱帮手让脑筋会有自主探索的空间，增加伊能个参与兴趣，让游戏活动更合适伊能，也以此促进个性兴趣培养。从这方面看，也希望令有更多个豆腐小黑出现，以温柔的心对待脑筋。